大家好，今天白菜搭配香菇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白菜叶掰下来，然后切成片，香菇切成片，切点葱花、姜丝，粉丝用开水浸泡十分钟，起锅收油，爆葱姜炒香，加入香菇翻炒，倒入白菜翻炒一下，加入一勺盐、老抽、生抽，大火翻炒两分钟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火煮两分钟，时间到，放入粉丝煮熟后即可出锅装盘。一道美味的白菜香菇炖粉条就做好了，吃起来美味可口，超级下饭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锤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